梦儿是我们玩播报的小主播，平时是个可爱又活泼的小女孩，但是爸爸妈妈工作很忙，很少有时间陪在她身边。在梦儿的心中一直有一个小小的愿望，希望妈妈能讲睡前故事给她听。今天妈妈给梦儿准备了一个特别的礼物。梦儿放学回家一眼就看到了桌上的麦咭 Q 宠，这不是麦咭吗？很可爱哟，还会飞，就哇它翅膀还可以变颜色。喜欢妈妈送给你的礼物啊？咦，怎么有妈妈的声音呢？爸爸妈妈工作忙，没有时间陪你。现在有你最喜欢的麦咭陪你玩了，妈妈希望在麦咭 Q 宠的陪伴下，你能开心快乐。麦咭 Q 宠你好，你好，麦咭 Q 宠给我唱个歌吧，和麦咭一起唱儿歌吧。Q。喜欢麦咭 Q 宠了，于是他把自己最喜爱的歌曲分享给麦咭 Q 宠。到了麦咭 Q 宠旁边的字条，妈妈我好想你哦。妈妈辛苦你了，我爱你，等你回来了我要给你捶背。妈妈我好喜欢你送给我的麦咭 Q 宠，是不是有了它你就可以跟我讲睡前故事了呢？有了你又什么都不害怕。哎呀，谢谢爸爸妈妈，也给你讲个睡前的故事录在这里好不好？太阳和辣辣的晒着，小老鼠们在一块坑地上晒房子，它满身是泥满身是汗，然后一座新房子盖起来了。宝贝，妈妈故事给你讲完了，宝贝晚安。梦儿一直是一个活泼可爱非常乖巧的小女孩，我听了她的录音，我才知道她那么期待着我给你讲睡前故事。我用了麦咭 Q 宠跟她讲了故事以后，她睡觉我相信一定抱着麦咭 Q 宠睡得非常香，非常开心，非常甜美的做个美梦，是吧梦儿？睡前小故事哦，今晚好梦。太好了，今天又可以听妈妈讲睡前小故事了。宝宝，这边去了。
宠，你认识 Chris Baby 吗？我当然认识啦。那你是不是觉得他的英语特别厉害？是的，但是没我厉害。真的吗？你愿意教我吗？我最爱。当然啦，和我麦咭一起学英语吧。晒着，小老鼠在一块空地上盖房子，它满头是汗，满身是泥。黄鹂伯伯看着辛苦的小老鼠说：小老鼠，你别盖了，到我的房子里住吧，我的房子非常大，要住进20只老鼠也没问题的。耶，谢谢你，小老鼠说，我要自己亲手盖起的房子，这样住着才舒服。小老鼠盖呀盖，半个月后，一座新房子盖起来了。宝贝，妈妈故事给你讲完了，宝贝晚安。你说错了，梦咋没听？一主播梦儿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三星小主播孙博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新主播 Crazy Baby。等我麦咭讲故事吧。笨笨猪不哭了。今天是笨笨猪第一天上森林幼儿园。妈妈，你觉得我今天表现怎么样呀？我们家宝贝今天表现真棒，没想到我们家英语说得那么好了。都是你给我买的麦咭小Q宠教的。那你还问些什么呀？我听他唱儿歌，听故事。唱你唱儿歌，你唱了给妈妈听好不好？好。黑黑的天空你吹，娘娘的外星香随，虫儿飞，虫儿飞，你在思念谁？真的飞翔很快，原来他把麦咭小Q宠还当成了他的英语老师，看到他这么愉快开心的学习，真为你高兴啊！爸爸妈妈，看我什么东西来了？这不就是一个麦咭吗？对啊，它可不是普通的麦咭。那有什么不普通的呢？刚刚它有什么特别的呀？这不就是一个普通的麦咭吗？它叫麦咭。
magic 小Q宠，他是我的好朋友，教会了我好多东西呢。他有这么厉害吗？他每天晚上都给我讲睡前故事。讲睡前故事啊，这个爸爸妈妈就厉害了。你看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，都是爸爸妈妈给你讲好多好多故事，这个他们可比不过爸爸妈妈。但是他肚子里装了400个故事。不可能吧，装了这么多故事啊，那我要好好看看。哪里是听故事呀、啊？按哪个钟？和我麦琪一起听睡前故事吧。笨笨猪不哭了，猪不哭了。今天是笨笨猪第一，还有了两花。这么多故事啊！小手架自己洗。有这么多故事啊，麦琪。老爸老妈，你们听他还会说好多个呢。那你就放一首给我听吧。我来了。换一首。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爬得快，爬得快，一直没有耳朵，一直没有屁股，这什么歌你知道吗？知道啊。来马驼，听爸爸给你唱一首吧。啦啦啦啦啦啦，我是麦咭的小行家，不懂天地去马驼。小寒假不懂天地去买房。录音了，你偷偷来录音，对对对，偷偷来录音。你这个小坏蛋，偷偷的按了录音。你这个小坏蛋，我回来了。老头怎么就不开心呀？木偶把麦琴拿走了。那你是不是还想要一个麦琴呢？麦琴好好玩是不是？还会每天给你讲故事，对不对？听到什么声音没有？麦琪的声音。那你想不想要麦琪？想。赶紧动手去找吧。找到了，麦琪就归你。爸爸这里有。你说你不会找到你？他换你的声音吗？耳朵竖起来，在哪里？你是凭自己的感觉，凭自己的感觉，闭上眼睛。打电话。麦琪得了四级。耶，成功！麦琪，谢谢你，好不好？麦琪，快点，快问。麦迪克宠真的是送给我的吗？当然啦，这个麦迪克宠就是送给你的呀。那你开不开心呀？开心。真的开心吗？是的。那你要怎样感谢爸爸妈妈呢？我给你唱首我新学会的歌。好。等等，我先打开伴奏。好，开始。给我讲故事。那好吧，我们驶向故事，冲！出发！
狮子和熊，狮子和熊是好朋友，他们两个经常在一起打猎。这一天，他们又一块出发去寻找猎物了。找啊找啊，狮子的目光敏锐，